为了要有效改善大客家地区饮水的问题，市府是积极咧推动超前部署的洪灾准备。为了客家牛雕厝的这个地方地应急改善工程，第三月份的时阵嘛正式完工启用了。你上讲市长微调是前往视察，伊嘛强调讲会来持续强化这个地水的整治，阁有改善抽水设备，希望讲会当将这个水患的风险哦，甲降到上低。为了要提升客家抽水能力。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，在客家油条厝地方地扩建抽水平台。在今年三月份时阵，是已经完成正式启用，对原本一秒钟三公吨的用量增加到六公吨。我们目前这个位置是新增的一个抽水站，那这个抽水站总共、哦、可以容纳哈、哦、蓄容量1.3万吨，那它那个抽水机容量哈、哦、总共有6部。也可以增加到3 cms 哈，也就是说，总共加起来会达到6 cms。市长威提13号上午前往视察，检查抽水站防汛准备的状况，也强调会持续强化排水整治甲抽水设备的改善。未来那么是希望讲，把这个制洪池用较好的，吼，会当把这个出这个来水当会当捞入去制洪池，啊，制洪池再甲抽入来这个啊新产寮排水，安尼。一气呵成，才会当好。咱的水会当排下较紧的，啊，伫地方较袂增下，较袂淹着。透过改善工程的完成，除了增加排水效率，也扩充地方地的空间，未来将会当有效降低客家沿海社区容易淹水的问题。记者沈墨燕客家区采访报道。